要买那个。啊，你过来啦。啊，你们的甜甜的真好嘞。你看我那天我只在视频上看过，没得实体店的来。哎，我都不好意思买。采访了，采访。今天来采访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橘子。大家知道，就是我妈妈这两天在三台嘛啊，在跟龙华帮忙。然后今天上午没什么事啊，他就过来到我们店里来看看，顺便吃个面。哎，阿姨。还是人家皮肤好光着的，就是他那天上来的时候，我就说他皮肤好过很多了嘞。嗯，听见吗？我头一次和了你们那个，叫他哪个呀？啊，我都讲不来名字，你说我只在和了你们那个，还是你的老年人呢？我每天早上喝一次，晚上喝一次，我自己感觉到他有劲了，有精神了。不晓得，我看好感受。来，给静静的给我看看我妈妈的一个现在状态啊，让她去体验一下我们的那个面部护理啊。主持那个小郭啊，这里啊，还是不得不说啊，我妈妈最近她的皮肤状态，还有她脸上就是那个斑块啊，就是这里都淡了很多啊。我之前就是跟她拿了那个淡斑的嘛，还有就是我们家的那个胶原蛋白，让她一直坚持喝。马姐换个衣服嘛。我们的呢还是比较高大上的哟，有咱们的那个。从来都没享受过这些。今天好好享受过，而且你好好体验一下，因为这几天我们不是那个公司头的老师下来了嘛，给我们把我们的技术啊、专业度那些都有教了，我们天天都在练，看哈你要给我们反馈一下，弄得如何？人家我们那个老师做了几年了，咱们也快10年了，真的手法那些各方面可以。好好体验啊妈，我去给他们推背去了，还有在等到推背。这是妈妈刚刚做完的一个效果，你感觉背过好多了，你站起来看看，等下龙浩站起来看哈，给大家看一看啊。嗯，可以了，看，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啊，你莫笑那个尊哟，到时候给你弄哈，感觉如何嘛？感觉很好的，我还是觉得我现在应该跟袁叔叔跟这里应该远近点嘛，我可能三五斤都要来。哎呀，到时候回来带孙儿了，随时再来弄起，是。晓得啊。哎。爷。啊。上次我洗好了，还为止你给我拿的那个啥子？你还拿点嘛？那个。上回拿给你拿的胶原蛋白片，你喝那个是什么？啊，我记得了。啊，就是那那个啊，那种，到时候再拿几盒，多拿几盒上去喝嘛。多拿几盒上去。哎。胶原蛋白片。我认识，我记不到名字。到时候给你。哦，就是一个，就是。就是那种的嘛。所以说上我的年纪了，就是。我看到这个了，我也看了。到时候给你那些姐妹呀、闺蜜呀那些。你耍得好的多介绍介绍哈，你说喝的就是我女儿那个。还有就是飞车帮我给你拿点那些擦脸的多用哈，用起来要的呀。哎，其实我感觉那个在镜头上效果还不是明显，就是看你本人都还有那个些，可能是我手机有点撇的原因，都拍得还不是很那个。如果就是看本人哦，那个效果还要明显些，比你就是来的时候做完的时候。我妈妈刚刚洗完脸啊，然后目前的妈妈阿姨也过来了啊，我就让她也过来体验一下啊。就是看到你妈妈这个脸型一看都变了啊，明显一点的肥了一个肚了。对，我还是在镜头下看起效果还没得那么明显，就那边看可以直观的看到。直观的看到，就是真的是肥了一个肚。对，等下给你弄一下，享受一下，好吗？肥一点，可以的啊。好了，这会儿呢就去给那个我们的妈妈阿姨做脸了啊。今天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啊，拜拜。